熊玩具。最后一个奇迹蛋不会需要猜谜语吧？那答案是什么呀？
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哦，我们评论区见哦，拜拜。
打开最后一个奇迹蛋，不会需要猜谜语吧？那答案是什么呀？是风吗？那是雷。我错了。到底是什么呀？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答案吗？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我们评论区见哦，拜拜。Few inches later. 十号怪兽，你不要追我了，行不行？哎，师兄，我给你想想办法。我不想留给你。你因为找到奥特曼之后，伤害了十号怪兽的学校，他就追着我了。可是，那也不光是我一个人的错呀。天啊，你怎么又来了，恐龙？让我们把时间倒转回十分钟之前。锵锵！看我今天得到了什么？一个萝卜水晶收纳盒，而且里面已经收集到了三枚超级厉害的水晶哦。哎，那边那是什么呀？哎，是梦比优斯奥特曼。梦比优斯擅长高性攻击，是奥特兄弟中最年轻的一位。哇，我的天啊，是梦比优斯奥特曼最有潜力的奥特战士。那我最后一枚水晶的位置就留给你吧。迪迦，不是吧？你也想来当我的水晶吗？如果我要是有一枚迪迦的水晶的话，哈哈哈，那我简直是做梦都要笑醒啊！迪迦奥特曼3000万年前就来到地球的光之巨人，是很多人眼中最强的奥特战士。我的天啊，这也太难了吧！我只有一个位置，可是这边是迪迦，这边是梦比优斯。他们都这么厉害，我应该怎么选呀？小朋友们，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会怎么选择呢？到底该怎么选呀？让我找个空地想想。哎，那边那是什么？哎，这是什么情况？快躲开！去！我是不是又多了一个选项呀？那这些三个欧巴我可怎么选呢？不对，刚刚怎么有那么多的碎石块呀？幸好这个石头不是这样，要不然这什么情况？石头，这个石头真不是我弄的，你相信我。真的不是我，奥特曼，救命啊！啊，救命啊！小朋友们，快告诉我，怪兽真不是我干的，我们明天去见。啊，快跑啊！啊，快跑啊！站住！你给我站住！快把我的玩具还给我！我才不会听你的呢！等等，我先走一步了。快，小童，把我拦住怪兽！啊，快躲开，不要过来啊！啊，停住！哎，可恶的怪兽，你怎么又抢奥特曼的东西？哼，愿赌服输，不过我还会再回来的。哎，小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好奇这个箱子里面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一起来打开试试看。这里竟然有这么多的奥特曼卡片！耶！哎，我第一张就看到了一张稀有的 SSR 卡，这是盖亚奥特曼。熊熊燃烧吧，欧布奥特曼保研形态。欧布奥特曼保研形态。哎，
上面竟然是一个横版的卡片，新生代罗索和布鲁奥特曼。哇哇，这是一个怪兽鲁吉埃尔，超级帅气，我超喜欢他。这是新生代的 X 奥特曼，耶。这个奥特曼看着好眼熟啊，好像一模一样，全身都长满了眼睛。这是一个怪兽卡片加 Q。来自未来的战士银河奥特曼，超级融合银河奥特曼，银河奥特六战士中的佐菲。哇，这个怪兽看起来就超级的厉害，马甲大蛇。这个是象征着胜利的维克特利奥特曼，贝利亚的儿子新生代杰德。小朋友们最喜欢的赛罗来喽，这是他的光辉形态。我要用这光芒闪烁你的黑暗。蓝色的奥特曼象征着慈善，这是高斯陨石形态。赛罗警备队成员，火焰战士，擅长火属性攻击。我只和自己认同的对手说话。来呀、哇，太帅了吧，是光之国的太子泰罗奥特曼。两张鬼兽卡片艾斯杀手和守护兽加耶布。这么多的卡片呢，我都介绍不过来了。这卡片也太多了吧，不如就送给评论区的小朋友吧。经过欧布奥特曼的同意，我们决定将这些卡片送给评论区的小伙伴们。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我们哦，评论区见，拜拜。赛罗，银河，泰罗，欧布前来报道，伙伴们，用我们共同的力量，嘿，哈。不是吧，拆到最后什么都没有，这也太过分了。最后一个帅气的银河奥特曼面具，这一次肯定得有了吧。哇，快看，是奥特曼的泽塔勋章，有这么多，可是该怎么解救他们呢？我知道了，我们可以试试叫出他们的名字。银河，哇，成功了，那我们再试试下一个，戴拿，迪迦，赛罗，泰罗，最后一个，糟糕，我好像忘记了他的名字。那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这个奥特曼叫什么名字吗？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喜欢也别忘记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哟，拜拜。奥特伙伴们有危险，大家我们一起上吧。可恶的怪兽，快交出我们的伙伴！就别有你们两个，砍咒！小偷，我们一起上！啊！我还会再回来的。怪兽们终于被打败了，可是奥特伙伴们在哪儿呢？那不如我找找看。好像在那边。哇，迪迦，我们开走。就是这里，可是我们要怎么解救他们呢？那不如我们这样。迪迦，接下来就交给我吧，开始。已经找出来了，接下来就交给你了。没问题，看我的栽培利奥过信。小朋友们，接下来就和我一起来给变形蛋们变形吧。 Lady Go， 蓝色的变形蛋，头上有两个头标，这是小朋友们喜欢的赛罗。红色的变形蛋，上面有很多银色的铠甲。哇哦，出现了，时光之国的太子泰罗。灰色的变形蛋，有好多微型水晶。江江，来自地底的奥特曼维克特利。哇，他的眼睛是狭长的，和贝利亚有亲密的关系，这是杰德。头上有一个头标，这是新生代罗索的弟弟布鲁奥特曼。哎，这个奥特曼好熟悉呀。这是奥特六战士中的赛文。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救援任务圆满成功。那你们知道和我一起参加救援的奥特曼叫什么名字吗？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哦。我们评论区见，不见不散哟，拜拜。给我，给我，不可能。耶！嘿，小朋友们，我终于产到了。听说箱子里面有宝贝，那不如我们一起来打开看看。Lady Go！ 哇！我的天啊，是迷你特工队！哎呦，这是什么？叮叮叮，首先来看看这个红色的变形蛋。这是迷你特工队的红战士赛尼。接下来再看看这个。
一个蓝色的糖果球。Blue， 这是全新的玲珑泡享系列盲盒，糖果甜心。看这里，这是它的主页介绍，这边还有隐藏款。不知道这次我们能不能得到呢？那一起来打开看看吧。哇，彩色的糖果甜心，太可爱了吧！哇，出现了，出现了，好可爱呀！这是非常可爱的轻盈糖 Mini。接下来给我们带来玩具的是蓝色的变形袋，一起来看看它是谁吧。哦，出现了，白色的闪电。那小朋友们知道它是谁吗？再来看看旁边的这个蓝色的，我希望抽到这个紫色的小可爱，不知道能不能抽到呢？哇哦，是一个粉嫩粉嫩的糖果呢，头上戴了一个小皇冠。出现了，这是樱桃糖 Kiwi。这一次给我们带来新玩具的是粉红色的变形袋 Pink， 我猜它是 Lucy， 一起来打开看看吧。锵锵，猜对了，呀呼，真的是 Lucy。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它带来的粉红色的糖果袋里面会不会拆出来隐藏款呢？看看，这里还有一个空白的，上面可以小朋友任意涂色哟。绿色的糖果是谁呢？我看一看。哦，抹茶牛奶糖 Matcha。 诶，它的脸在哪里呀？哇，太神奇了吧，竟然是旋转它的糖果底部。这是我们的 Matcha。 最后一个是黄色的变形蛋，这是大力士 Max。它给我们带来的黄色糖果蛋里面会是什么呢？一起来打开看看吧。是个白色的糖果蛋。哦，我知道了，它是草莓糖 Strawberry。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糖果甜心玩具就拆到这里了。你们还喜欢吗？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哦。另外，也别忘记点赞、订阅。下期见，拜拜。小童玩具。这是什么情况？啊，不好，是怪兽！啊，这是什么情况？救命啊！啊，怎么还有？啊，救命啊！哎，不不奥特曼！可恶的怪兽，看招！最后一击，哈！我好不好？迷你特工队和奥特曼的面具掉下去了，我们追！哎，好像就在这附近。小朋友们，奥特曼和迷你特工队的面具掉在了这里，那我们一起来找找看吧。哇，小朋友们快看，我找到了第一个面具，这是捷德终极形态。终极形态，这边有没有呢？哦，真的有。
这个面具是红色的，好像是迷你通对的。那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他是谁的吗？赛迷。哇，又找到了一个蓝色的面具，上面有很多水晶。这个我认识，是来自未来的银河奥特曼。太好了吧，又找到一个黄色的面具，这是大力士麦克斯。麦克斯，找呀找呀找面具。在哪儿呢？冥冥之中好像，嘿，果然找到你了，这简直就是我的偶像呀，超级帅气的赛罗奥特曼。哎，他破体邪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轻轻松松又找到一个，这个是远古巨人迪迦奥特曼的面具，我最喜欢他了。这个也太隐蔽了吧，蓝色的面具，让我想想，好像是迷你通队队长福特的面具。福特，一二三四五六七，哎，好像还差一个呀！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最后一个面具在哪儿吗？赶快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吧，我们评论区里面见哦，不见不散，拜拜。